主圣山呢？原来方沈静跟一切的事有关。嗯，是那个油头粉面的混蛋，岂有此理！你也是被他害死的。哎，那你准备几时抓人呢？什么什么？我老婆怀孕了！喂，肥牛肥牛，你还不会去叫车啊？哦，哎，车不要去旁边，我们全部都男人，完全不懂的。你自己可不可以啊？